同唱一首歌，是原创更理解作品内涵，还是原唱更深入人心？当原创对上原唱，你更喜欢谁？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你会爱意。陈星红用杨宗纬的绰号杨聪为他写了这首歌，抒情的旋律再加上杨宗纬恰到好处的哭腔演绎，满满的深情感动了无数人。但五月天这版更偏向摇滚风格，将对一个人坚定的爱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你会爱意，你是我最爱意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燕归巢是许嵩为2015年春晚创作的歌曲，张杰和张靓颖两位歌手的唱功毋庸置疑，歌声大气广阔，唱尽了游子的思乡之情。许嵩版本的编曲伴奏都有所改变，电子音色和民族乐器完美融合，充满了他特有的中国风韵味。饮一盏岁月流香，唱一曲往事飞扬，山水间歌声回荡。淘汰是周杰伦为陈奕迅量身定制的歌曲，陈奕迅慵懒细腻的嗓音完美演绎了歌曲里对破碎爱情的遗憾和伤感。周杰伦在演唱会上也唱过这首歌，他的音调偏高，独有的演唱方式恰好体现出失恋的苦涩和难过，让经历失恋的人产生深刻共鸣。只能说我输了，也许是你怕了，我们的回忆没有错，你却用离开当下句点。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，他的信任，我觉得